自然疗法心得分享第十六集，癌末自然疗法。大家可能很奇怪说，为什么我在讲癌末不讲癌症呢？其实哈，我本身不是癌症医师，我是做自然医学的医师。那我们不去讲说哦，我会把癌症病人治好还是怎么样？那因为哈。癌症哈，现在主流的做法就是化疗啊、放疗啊、开刀啊，哈，就是，好，这个是主流看法做法嘛，哈。那患者呢，一般人也是一样，我癌症呢，化疗完、放疗完，哈，啊，就等于是好了嘛，哈。那什么人会来给我们看呢？就是说，医生说，哎呀，你这个化疗、放疗做完哈，你去住安宁病房吧，啊，我们已经没有药可以用了，啊。这种人就会很紧张，就会跑来，因为一个人得了癌症哈，不是他自己得癌症的，他有爸爸、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太太、亲戚、朋友，很多人关心他。你说癌症不要开刀，跑到王群光这边来治疗，你有没有头脑搞坏掉啊？这样，所以我们很多人来哈，我都是跟他讲哈，很多人是看到我们的视频来的，哦，觉得应该好像蛮不错的，可以试试看。因为我都是跟人家说，你就因为癌细胞它不是一天长出来的嘛，你一个细胞要长到像手指头那么大哈，可能要10年20年嘛。本来是一粒细胞、两粒细胞，长到像黄豆那么大就有很多年了。我说你要给你一次机会哈，把酸排掉、自己排掉，看会不会好啊？或者是你现在开刀排到2个月以后，你先做自然疗法嘛啊？其实很多人都听不下去。好，听不下去没有关系，我们只是作为一个医师，自然疗法的医师，我们跟你讲这个方法给你参考，大概是这样。我们是很平淡的哈，去讲这个事情，有需要帮忙的我们才帮忙。因为我们的这个疗法就是癌症就是排酸排自由基啦，就这样。因为1931年就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他说我们癌细胞哈，就是因为你身体太酸，它正常细胞活不下去，它只好突变，突变成像最右边那个细胞，它变成一个癌细胞，它就可以喜欢酸性就活下去。那么它的理论哈，到现在已经被证实了，就是2012年有一个人出了一本书，叫做《Cancer as a Metabolic Disease》，癌症就是细胞内酸跟自由基太多嘛，哈。当然，可是现在癌症治疗哈。好像也没有人用这个方概念来治，都是化疗、放疗、开刀嘛，哈，比较快，啊，比较简单。我们讲到癌症哈，就一定要讲到 NKT cell 自然杀手细胞。那么自然杀手细胞哈，它就是我们免疫系统的一环的哈。那么自然杀手细胞呢，我们的免疫系统如果正常的话哈，它会去分化出这个很多种这个细胞。其中有一种叫做 NKT cell， 叫做自然杀手细胞，就是最右边这个最左边这个 NKT cell， 啊，就是自然杀手细胞。一个人自然杀手细胞如果正常哈，你就不会得癌症嘛。那么像这个肺癌是很普遍的肺癌来讲，那么我们的这个癌细胞啊，身体哈，如果你有些细胞它是过酸。有些癌细胞活不下去，那么它就这个是 DNA 就突变了，突变以后呢就变成癌细胞，它就不受我们正常免疫系统的控制，就有新生血管会长出来，就供应它这样。那么这个血管长啊，它就是开始会转移咯，0.3公分就有细胞会转移，转到哪里呢就长到哪里。所以说我们这个比方说以乳癌来讲啊，这个乳癌哈，它也会转移嘛，啊，乳癌很小的时候，0.3公分大的时候，就有一些小癌细胞就会静悄悄的转移啊，好，跑出来，跑到哪里就转移到哪里。如果你的杀手细胞不够强，没有把它杀死的话，就变成转移性癌症嘛。那所以说，如果你的杀手细胞过好，癌症就没有机会转移啊，哈，像这个。大家看到镜头前面这个就是杀手细胞，如果它够强的话呢，它就会把这个癌细胞杀掉，
先把癌细胞杀掉，所以让杀手细胞恢复正常很重要。我们这个癌细胞它开始长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叫做杀手细胞，它就会来去干扰它，就把它抓起来，这个杀手细胞，它看到癌细胞呢，就会在癌细胞身上打洞，我们叫 perforate 穿孔术，打了洞以后呢，就注射一些东西叫 granzyme 进去，这个癌杀手细胞，所以你要杀手细胞健康嘛，才会去杀癌细胞啊。所以说打了洞以后，注射的东西进去呢，注射一种酶 granzyme 进去哈，就会让这个癌细胞消失死亡，就会让癌细胞死亡。这个是显微镜底下的这个真正的杀手细胞，它会杀癌细胞。所以说我们要营造一个对癌细胞不友善的环境，就是碱性的环境嘛。癌细胞喜欢酸，我们就给它碱了哈。还有建构一个对杀手细胞正常健康的环境，也就是碱性的环境啊。还有你要提供一些原料，让癌杀手细胞可以去杀癌细胞。所以说我们讲起来就是断糖生酮饮食，有人说饿死癌细胞，其实不见得饿得死，可是你可以减少酸的产生。那么维他命 C 会产生胶原蛋白，我们用注射的可以帮你的癌细胞围起来，胶原蛋白。还有就是用吸这个氢气把身体变碱性，癌细胞就活不了啊。然后呢用35.9度半到41度热死癌细胞，所以就是饿死、撑死、减死、热死啊，这一个对癌细胞不友善的这个环境，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我们观察临床观察尿液的表现是怎样的？癌症早期的人尿液都是过碱，尿液碱的话身体就酸嘛可是到了晚期呢，尿液就会过酸。因为到了晚期癌细胞会产生很多很多的这个酸，会让我们身体变酸。像这边有一个先生他是扁桃腺癌第四期他不觉得他有病，因为他就只不过是扁桃腺癌嘛很好，他一直在工作，他不觉得这个是病他也不愿意开刀，也不愿意来接受我们的自然疗法，也不愿意接受西医的治疗。他的尿就是这样，你看酸碱值是八，八都排不下来，自由基很多，这个有时候排，有时候不排，局部蔓延，算是医生说第四期，要整个挖掉，整个下巴都拿掉，这样他就不想开刀。你这个是一个脑性状细胞癌，才40岁抬不起来抬不起来，完全不能动。你看他右手不能动，右手不能动，左手抬起来，左手可以动，左手抬起来。他 右手已经瘫痪了，你看他的自由基也是好多也是尿很碱酸排不出来。可是这个我们后来就帮不上忙，因为医生跟他说你不开刀最后就是瘫痪，开刀化疗反而也会瘫痪。我说我这个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们也不是神仙既然这样的话就长在那个脑核旁边心状细胞癌心状细胞变癌这个很麻烦所以我们自然疗法的一个通则就是说把酸跟自由基排掉，就这样而已，然后其他都可以参考其他的。那像前面有提到，就是这一个人有肺癌转移到脑了医生说不能开刀，已经转移了嘛那么就化疗放疗，化疗放疗脑部还是跟他开，就是电脑刀把这个癌细胞切掉嘛然后呢肺癌不能开刀，医生说就安宁病房打一些止痛针什么镇定剂这样。后来他就跑来我这里，因为他第一次来我诊所的时候呢，就是一直咳一直咳，好像每一秒都听到他在咳，因为癌细胞已经转移到气管了嘛。后来经过我们的这个
就是排酸排自由基的这个整个疗法哈，他这个自由基每天都排到没有自由基，酸排到没有酸，后来差不多过了两个月就全部正常，大概半年后再回诊哈，医生跟他说你已经没有癌细胞了 ，cancer free 了哈，用什么方法 MRI 啊什么 PET 都找不到癌细胞，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哈，他就是每天都用氢来把身体的酸跟自由基排到没有，这样，像这个肺癌也是一样，我们一个原则就是癌症的病人哈，每天把酸跟自由基排到没有。大家看这个病人，他也是癌细胞产生很多酸，他到最后就变排到没有酸好排，叫六到七，自由基排到没有自由基好排，也是叫做黄金交叉点，这样，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基本的原则哈。还有讲一个长个两个肺腺癌转移肺腺癌长了开刀一次，肾癌长，脑癌长，骨癌长，肝癌又在长，像脑癌它是做电脑刀嘛，骨癌是做放射线治疗哈，好像其他癌症都是自己长出来，跟肺腺癌并不同，不是转移而是自己长，那为什么会这样长呢？这个是他我们听打门诊看的哈，他就是尿很碱啊就是淀粉吃多啊酸排不出来啊等等哈，他尿是八，这个很常见啊尿是八，癌症病人血的氢就变 6.5， 后来他自由基也就是血的氢就排出来了嘛他大概五个月后再来他的尿就变5自由基自己排了，他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好像还不错，还在上班，就没有再发。关于他那个肝癌的部分他有回去医学中心医生说有阴影阴影的话就切片一次找不到癌细胞，又再做第二次找不到癌细胞，医生说算了算了就不要再做了，反正阴影就是让他阴影，反正没有长大就算了，这样因为我们并不是所有东西都在我们手里做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就是做临床嘛病人觉得还不错我们也讲得出一个所以然就是我们以这个尽量帮患者的心情来去做就没有给他说什么包山包海一定可以帮你治好，这样。像这个呢，这个就是乳癌你看他也是这样，尿由七变六自由基排出来了这个就是肝癌，前面有讲过电烧过以后呢这个开刀三次了肝癌到现在已经受到控制，没有再长大各种指数都停滞，没有恶化，也没有很快变好。这个大肠癌也是这样我们就是做热疗的时候呢，做我们都会帮患者测这个自由基跟尿这也是一个大肠癌的患者做了热疗，做了氢很快自由基就排掉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常规的这个做法。所以大家要看这个生酮饮食癌症病人我们都会叫他断糖，可以减少酸的排泄那么你酸太多，一方面癌细胞喜欢葡萄糖嘛，那你就不要吃葡萄糖那么还有细胞内酸中毒要把它排掉再来就是氢气对排酸排自由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再来就是说深层核心治疗对于排酸排自由基跟氢可以互相比美很有效。所以说我们再重新讲一次，就是说癌症就是要治疗，就是要把酸跟自由基排掉，那用的方法就是下面这个氢啊、纳米热疗啊，还有生酮饮食这个方法。好，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